看似唔多熟悉嘅魏晨曦、汤洛文同 Janice Man， 日前竟一齐着上粉红色嘅礼服组最强姊妹团，齐齐为准新娘 Denise Lau 拍摄闺蜜照。照片中同样系代嫁新娘嘅汤洛文状态回勇，大苏美腿嘅佢颜值同样回复巅峰状态。究竟准新娘 Denise Lau 有啲咩来头，能够成为魏晨曦、汤洛文同 Janice Man 嘅闺蜜？据知准新娘 Denise Lau 是一名 KOL 兼娱乐公司的老板之一，和 Janice Man 感情极好，社交平台几乎都是两个人的合照。